没有固定场所的，公司没有发生过水电费的，公司没有雇员，公司有雇员却没有买五险一金的，业务洽谈没有书面、影像等可视化收入成果内容的，合同价格明显高于市场头部企业价格，投资人多次注册注销的，各类经手人财务为同一人的，投资人与售票单位有关联财产关系的，同一机构购买五险一金的，资金回流的，